我是日文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哇，好像会损毁，对不对？要修哦，都要做那个这个东西，防护弹。受损哪里？周一。哇哦，40多块钱呢、欸！哎、欸，好难玩哦，第二张地图。杰瑞怎么到五星的、啊？3块，没钱了啦！赶快停哦！我们的表演没了电是没办法办下去的，因此我很高兴你完成了那份电力合同。玩具店。穆尔塔岛的娱乐部门因你而表现亮眼，这个奖励是你应得的。不是应该等雨过后再盖啊？大扣20。甲龙琥珀，大伙们出来啦！各位先生女士，方才处理异常事件时，如有造成您的不便，我们在此向您致歉。掉好多、哦，我的妈！啊，对啊，刚刚看这个龙，刚弄到哪了？飞龙。这件事你帮得上忙，也应该帮忙。哦，是哦，刚好我挖回来的话，别错失这个机会。个达成不了，换另外一个好。啊，包100块而已。好安。嘿。我刚刚听到一个绝佳机会，没钱呐、啊，好难过、哦。升级，哦，还可以喂6次。哎呦，来买一下嘛！再不买，以后就涨价喽。对啊，就是要像这样子买一下、啊。哎，有了有了，多一点点了。你们觉得这是小数点吗？还是就是以百为千，那个以千为单位的那个一点？就这不是小数，
不然哪有一天的营业只需要$3？对，有钱。啊，欢迎回来，看来探勘很成功啊。美金很正常，可是你想一下哦，这个是那种游乐园啊，然后我一天，财务你看，我一天支出才$30吗？每分钟收益还我每天每分钟贴三美金，对吧？美金有小数点正常，我知道啊，可是这种很大的乐园，有没有伙食费啊、保养费啊、修理费啊？你看刚刚光是修这个吧，$23吗？还是23,000？小数点只到两位数吧，我也记得是到两位数啊。哦，很奇妙。看敷个恐龙，看哦，要$1,474，还是$74,000，对不对？他们消费金好像也不高。你看哦，这样想想，住食餐$2。还是$0.02，它应该是在这边吧？有没有0.02？$0.002。要吼！而且照理说，小数点后面这个不会有零啊。餐厅，哇塞！亏龙，哪里有空？坏了，我们亏龙快75%了。啊，按照理讲，应该是。千吧，那个点，他这个点没有点的很明显。会哦，花虎，那风威残雷要赚，那残雷。啊，是啊，对啊，现在是副长啊，我怎么盖这个？备用。那我去一下
一个岛盖一下好了。这还没钱呐、啊！啊！要羊齿中毒才能治疗，那你等死吧你！没办法救你了。打要研究哎。嘎，嗨 ，Yo， 本位吃土木I8，每分钟收益可以付更多了、欸。发生什么？我有个工作要交给你，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。你撑住啊！哎、欸，他死掉了，我还在这。撑住哦，撑住，研发好就可以了。不到一分钟，加油！吃土，撑住，有没有办法吃土了？好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。你的成果相当惊人，我还以为我是这里唯一会做事的人呢。又有钱。这是给你的奖励，表扬你在穆尔他岛的杰出表现。好了，我们出发。你确认？来了，我来救吃土了。OK， 来研究这个。放空，就是我太省了吧？哦，可以不用这么省的玩啊。可是坚持要100%才付他。看来你这个人真的是永不放弃。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。好，保障案。科学部门一直在寻找提升盈余的方法。暴风雨是第一道迹象，就像一则预言。我是说，如果你相信这类事物的话，我自己是不信的，除了某些偶发状况下。